大家好，我是小胡啊。很多人呢、都说我就是会吹牛逼啊，其他什么都不会啊。上次我跟大家说了，我贴那个墙砖那个，大家说我连新手都不如，贴出来的效果肯定是不好的，肯定是会空的。那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到底有没有空啊？我们整面墙都敲完了，它是没有空补的啊。反正呢，我一般呢都是在网上传过我们贴砖的方法工艺啊，但是就是有很多喷子，就是你贴的快，他就说你的在吹牛逼，要么就是你贴的那个效果不好啊，贴的空补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你贴的慢的。他就说你慢，你贴的好的，他就说这个不是你贴的，你贴的不好的，他又说你怎么样，反正就是各种啊，又很落后啊，等等那个，反正他们意思就是他最厉害啊。关于这样子的人呢、我真的觉得很无语啊，我自己没有要过你们一分钱，没有，甚至没有要过你们关注我，给我点个赞。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就是纯粹的把我们的经验给分享出去。我们一天到晚在这里那里做视频，没有像你们问过什么东西啊，像那个主播啊，平时都会叫你们刷一下礼物点一下赞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过。如果你们觉得我们这样子做的还不好的话，我也无话可说了。